好多年了，应该重看的啊，对吧？因为他犯法的嘛，哎。那你讲咩强国元啊？你哋点解嗌我维远买袁国强嘅啫？人同源头两个咩宝嚟噶嘛哥？喂，我嗌强国元，你识做啦？强国元，阿台，强国元，阿台。嗱，强国元咧就系有原因嘅，强国养嘅元。最近咧就有人打俾我，就叫我唔好侮辱啲元，佢话元咧。其實都可愛嘅。何君瑤話殺無赦，我咪問阿袁國強：喂，殺無赦喎，點解啊？喂，殺人喎，你都袁國強點講啊？呢個咩強國瑤真係唔係講人話嘅，係講原話嘅。佢話唔係啊，哥。人哋講個殺字嗰陣時咧，人哋講講一個字嗰陣時，你睇啲環境啊嘛，即係語境嘅所謂，睇人哋喺邊度講啊嘛，點解咁講啊嘛？你唔好亂估啊喂！但係好衰唔衰？啲何君瑤就對住啲記者咁講：呢啲人殺咗我做咩啊？喂哥，再講一次，大哥同你講，袁國強。你如果唔告阿何君瑤，如果你唔將佢拎去法庭，要求一個監禁嘅刑期，去阻嚇佢鼓勵殺人，你係烏龜。各位。当我哋嘅朋友，我哋嘅战友喺隔篱话重断公民广场个断字就好暴力，佢系咪黐咗线？系咪？嗱，各位，嗱，如果唔系咧，你就要我去用私人刑事检控，即系我长毛咁穷都要走去告啊袁国强。話佢教唆殺人，你係咪想講袁國強？係咪有底氣啊？佢好有底氣係咪？有隔粒底之氣啊！真係打臭啊！各位，我鄭重咁樣講，袁國強如果係去法庭要求法官重判、重判、枉判我嘅戰友。他今日是应该郑重地这样去调查何君瑤的案件，是不是？第二样，何君瑤所有的资格，所有的事都是讲大话的，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之明显要坐监的罪行了。你可以除你是律师啊，你可不可以说你自己律师啊？不行的嘛，你可不可以说你自己医生啊？唔得噶嘛，话你自己话自己医生唔得噶嘛，系咪啊？喂，而家人哋三个地方都系假嘅，连中三元，一定玩完啦。袁国强，唔该你俾个答复我哋。各位 ，DQ 嘅问题我都唔系好想讲而家。我系六个人俾人 DQ。是整个共产党指使香港的傀儡去打压我们，去秋后算账。我们的 DQ 不及得被人判监那么惨，我们是会尽全力刮回那些包围，我们是不是会赢回六个位回来？是不是需要你們去贏？是你們去投票是不是？各位，奸有奸書，你趕我長毛走，有第二個毛長入去，毛長入不到去，有短毛入去，短毛入不到去，有毛短入去，就是香港人入去是不是？不是強國瑤入去是不是？各位，好多謝大家冒雨出來
聽日又話少人㗎啦啲人。我話俾大家聽，細水長流，你落雨我搭車，係咪啊？我哋雨傘運動係咪？長雨力更加大，我哋頂住係咪？各位，王明叫我講一句説話，就係話大家要繼續抗爭，否則佢哋嘅家咪白坐咧。否則香港人嘅抗爭係白抗爭，我哋一定會繼續抗爭，係咪？係。多謝大家。